记者吴志伟台北报道。谢霆锋主持的美食实境节目《风味》邀请邓紫棋、GEM 一同到纽西兰。一向对美食毫无抵抗力的邓紫棋，节目中一见食物就惊呼连连，并且一口接一口的往嘴里塞，被嘲从铁肺天后变铁胃天后。她也笑称自己不是来上通告，感觉就是在度假，回去都不敢量体重了。邓紫棋不仅只当吃货，还一展惊人的厨艺，为谢霆锋准备一道番茄炒蛋。只是没想到，他在饭店先练习时，竟不小心引发火警警报，上演了一场厨房惊魂记。隔天在户外验收成果，邓紫棋在烹饪时不停疯狂尖叫，让经过的路人频频侧目。谢霆锋不停尴尬地解释 She's OK 他还展现独特的剪刀手刀法，让谢霆锋惊呆了，调侃他跟陈伟霆一样，一进厨房智商就会瞬间变低。邓紫棋在饭店先练习做番茄炒蛋，竟不小心引发火警警报。亚洲旅游台提供，邓紫棋在节目中下厨做菜。亚洲旅游台提供，邓紫棋为谢霆锋主持的《风味》到纽西兰出外景。亚洲旅游台提供。